大家好，我是大壮，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，可以出门了。当天呢做完核酸，就像那个村口的大门铁皮都还没有拆啊，什么时候拆了肯定可以出去了。然后想着出去理个发，我猛了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啥了。有一个快递是之前的，很久了啊，也是把它拿回来，是一条裤子，我直接买的。然后还想着买的那个饺子皮儿，回来包饺子吃，然后整点肉馅是吧，就不和面了，结果自己也弄和。然后呢核酸报告呢明天出来就能赚钱了。昨天呢是做的那个抗原没有结果，然后现在出发啊，就外边转一转。还有呢就是电动车放了这么多天呢，肯定已经把这个电呢给充足了。今天头一天，快递裤子拿到了。饺子皮怎么卖的？4块5一斤。买的肉馅儿跟这个饺子皮儿，家里那有大桶，多个大桶，现在去看看理发那儿。今天外面还挺冷的，这是一条牛仔裤，是能穿不能穿。然后呢，没有理发，理发里面人好几个，不愿意等了。试穿一下还可以啊，这是个啥呀？大桶开的叶子都干了，一会儿晾着，往里面油。念着油，有了一点。昨天晚上呢，没舍得吃煮的那个方便面。终于是做好了啊，但是呢，我也快哭了，确实辣的玩意儿。哎呦，然后整点油，整点酱，再整理，倒点盐，把这馅儿调一下就可以包了。馅儿给它拌匀了，闻着味道就香。馅儿已经整好了啊，大功告成。还不错，就是这个葱切的有点失败啊，辣的实在是不愿意切了，个头有点大切的。还是第一次买这种饺子皮儿啊，然后我感觉不咋地，这个饺子皮儿捏不住了，还是我使反了，得多捏几下。难看，够丑。我这也包了好几个了。这饺子皮儿呢，得使大劲的捏，然后感觉粘不到一起。然后尝试了一下有没有整反啊，其实也没反，就是不好捏，得使老大劲的。看一下包的这几个，太费劲了。终于找到窍门了啊！哎呦，生怕煮的时候会整开，然后呢这不好捏呢，这个面比较硬，然后沾点水。一圈一沾水，然后捏的时候立马就好捏了，馅儿薄薄的多一点。已经包完了，然后呢，刚才给小陈录了个小视频，给他说句话。谁说我这吃不上饺子的？看看怎么样？下饺子了。可以说是非常成功啊，能吃了。有点咸，稍微咸一点有味儿，盐没掌握准。这一个人扛麦的那种，两个，直流油。